和心爱的人一起踏上旅途，除了享受旅途的愉悦，还有和爱人两手紧扣的相依相伴。在旅途中，不奢求有多唯美浪漫，只愿记录下爱人每一次的微笑，珍藏彼此的幸福时刻。虽然爱情就是一场未知的旅行，不确定前方的风景如何，但只要坚信，最美的旅程就是和你在一起。觉得都比较喜欢惊喜吧，对，然后你就是总给他制造一些小的惊喜，对，我觉得应该是挺管用的。其实我就是挺传统的一个，就还挺传统，就是出去吃饭呀、啊，看电影也有去看。就是过节啊，就是突然送他一个礼物啊，其实不需要多贵重的，就是有一个适应过程。但是我觉得这些事情你必须得去做的一个事情，我觉得应该是不会问题太大。相爱吧。那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杨朱龙。大家好，我是白宇。今天是一身黑，然后他虽然是西装，但是我其实是第一次这样穿西装，他也是一个这样比较有层次，裁剪很利落，然后很简单大方，然后就而且整体而且层次很强，简单一点，然后有些小心思在里面，然后舒服，对，很舒服，对，比较偏向于舒服的风格。有很多啊，比如那个，就是我们很开心的那种，很激动，很开心。其实有一些共通性，他在一些比较直接的时候，我觉得特别棒。刚刚，玩游戏啊，然后去旅游啊，旅行啊，想去海边上玩的吧，然后潜个水。At six, used to be I'd wanna call in sick. I always dreaded this time of day, but not anymore 'cause of you, smiling you, perfect you. Good morning, beautiful. I know it's gonna be a good morning, beautiful. When you're waking
直特想跳伞，但是因为它还有一定的危险性，所以一直在犹豫。我一直想尝试蹦极，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去，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稍微有点怂吧。很相似的地方就是喜欢，就是什么事情都喜欢自己先去做。我觉得相同点都是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可以付出行动、付出努力的那种。这个问题不难，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天生吗？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觉得就是那都是本能的反应，应该会特别真实。多认真，多少的坚定，命运依旧会有意义。经过多少练习，才会成为这样的你。我始终在这里等一个消息，你也没放弃，跨越时间一起飞行。跨越世界，我在原。